个是我自己制作的万儿自拍棒的插座，这是海绵，自己去买海绵，然后这个是剪的，把废物利用，然后把它裁成你要的背包的形状。这是我裁好的，因为我背包是这样子，所以万儿自拍棒、海绵，然后这边必须要插个洞，才能够把自拍棒插进来。插进来之后，你的背包有两个洞，然后再放进来，刚好塞满它。整个摇晃是整个包包在摇晃，根本它不会摇晃。然后弄好之后，背上自拍棒，骑上摩托车。戴上安全帽就可以自拍了。好，这么简单的 DIY 自拍棒分享给大家。 OK。